多大的事儿啊！不就是条死鱼吗？他再毒也是个挨宰的货。老大，嗯，这块。嗯，再来。 没事吧？刚才呢，就算是犒劳我了，你们慢用啊。吃啊！够日的，毒不死你们。 也得辣死你们！嘿嘿嘿，这吃生鱼片呢，必须得蘸好的酱。能把这美味做得这么地道。